中国船舶大连造船自主设计的全球首艘 M350 型浮式生产储卸油船26号正式交付。该船总长364米，行宽64米，行深33米，排水量46万余吨，是目前世界上最大尺度的浮式生产储卸油船，每天可处理原油22万桶，可适用于全球多个海域的油气开发作业。